かいい感じのとこ止まってっから。
でございます。各位贵宾你好，听不到。各位贵宾你好，缆车，那就没了。什么东西？可以啊，再来一趟吧。平平斗平这样，收工。拿了一罐什么东西？要喷一喷吗？哪里冒出来的？走一跑，都不会了，我在听台湾的 T 声，然后我不会唱了。
电交响曲，帅帅帅帅，帅帅帅帅。结果没有滑到我们平常的练习道。没有。你今天有练习什么吗？我觉得你在这里都乱滑，我没有乱滑哦。没有在练哦。我有，我有正面向下。大部分的状态下，我只有pose 跑掉，导致要用很多的脚力时，那就侧着，然后就停下来站在那。我就快要刹不住车了，一定要用脚。对啊，那个时候脚力很少，我就站着，我就站，我停下来，然后我也是侧着，我也是横着站，我就没有面向下。但是我今天后来滑，我都是面向下滑。我还有练另外一个啊，就是脚随时可以放松放紧，因为现在雪是乱的，对，然后所以突然有阻力的话，就要把脚松一下，然后还可以转板，对啊，转横就变紧，转直一点就变松，动态调整，所以后来越滑越快，根本就没有要停的感觉。而且我也不比较敢往松雪堆里面直接冲进去，我知道我应该不会扑进去，因为快要阻力的时候就松下。我记得有几下就快要摔倒，我就蹲下去了，然后再站起来。进松雪嘛，对啊，其实进去就没声音了，只怕往前倒。介绍，他说这条是飞鸭雪道，我就不大懂。我觉得是这个的右边那一条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滑下来，左半边没压，但是右半边有压。对啊，右半边下来就说没压啊。他现在说整条都说飞鸭雪道，就觉得很奇怪。他到底是飞鸭雪还是未压雪？还没有去压过，跟这条没有，他就是永远都不压了。对啊，但其实这条雪道。压雪车是开得上来的，它可以整条都压。抽出来啊！害我刚脚也趴到，在怎么？那你知道害我摔倒吗？我没有要。就继续被我踩了就好啦。是吗？对啊。没有没有。会让我脚离开，有一次我撞过去，按着你，然后你就赶快逃跑，然后我脚就停趴。
我冷静，我冷静，我放大事，我要把它说出来。之前就这样子，我就摔倒了，你才听不懂啊。但是我的直觉判断不对啊，但我直觉判断真的要抽出来。可以让椅子往后倒，也可以让椅子往左边倒。现在有正常在录吗？有，但是电很少。对啊，因为电也没电。啊？我的电是一颗在闪，只能充电怪怪。什么？哦。中午的时候就已经这样。真神奇啊！
故意慢下来的，等一下才能救你。来了来了，嗯，你就不用踩啊，不用踩，那就是两个一起的速度啊。开吧，开吧。看看他上不上。哎，教练就这样站了进来。应该吧。这是要陡的还是缓的？这没有要哪一个？你要哪？啊？陡。陡的，好。刚是陡。刚就是陡的。陡的是右边下。就是回头的那个，咖喱吗？教练带着两个小孩，
会有一个人在后面挡住吗？难道他们就不让人逼过了吗？就时间过了不准逼。28分。有这种事？那还可以，只要没有前面那个机车卡一下这样。这样也想踩进来，他过去吗？就这样过去了。哎，旁边有一个人钻进去了。现在还觉得还行。难怪觉得有点慢。旁边有人插进去。是啊，他有写吗？难道这个人是一个人吗？又一个，到底是坐四个人吗？看几分？30分58啦，所以他没有在打、啊，过了、啊，早就过了。58还没31啊，最后31啦。好了一下，本来说
其实只有三下。没有啊，应该没办法那么快吧。嗯，也是啊，因为要休息的时候还在两点半，两点半要三点半马上出去才有可能四下。三下也是。今天一来就直接做四人的啦，工作来不好玩。爸，嗯，要吗？他想觉得这样子可以回快速回家，但实际上更累，累得半死，动不了。这不是小朋友吧？还是不是？不是。所以明天还要做狗多拉吗？我随便哦。第一下要做狗多拉吗？要啊。第一下做狗多拉就在那大排队啊。那不过好像一直到中午都还在排队。就可以放在那个 hotel 这边吧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心里就好上一点。哦，好。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